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栽培年轻人，那我也非常感谢过去有很多的前辈对我的栽培，好对我的鼓励。我自己也是从幕僚这样历练起来，相信在民进党。工作的所有的年轻人就是能力的保证。一边立委一边议员吴佩益不靠罢职靠党，打着小英栽培招牌，不止党中央投送的关怀多多，选办成立党内人士赠的花篮更是多到可以开花店。 另一头，同样民进党发言人苏贞昌志豪则大打亲自拍，招来大小朋友宣传好运证件，在劳伯陪同下挑个良辰吉日正式登记参战综合区。当党的发言人，过去是为党发声、为政策来说明，这其实并行不悖。我有这样的一个历练，我未来是市民的发言人。 鹰派前发言人双双出战2018选战进逼，蔡执政负评多，母鸡不好使力，小鸡只能先当自强。记者张道勇、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。